它酸度比较高，所以它葡萄糖转换的效果也会比较多，所以放到头等它会比艾文好吃一点。香气其实比较没有艾文香，香气不一样。对，啊，但是顾客啊，你问我讲，啊，你慢慢比啊，先生，这出来你也不爱不能吃，还是吃不到爱闻。对啊。品牌的由来是什么？一开始我不知道要用什么品牌，然后我换红白车，哎，这家高档的摩托车，这家车，哎，就以它的名字叫去做。我还没出生就有这台车，然后我家的经济也是靠这台车起来的。我讲红白讲。把这你的三辆车我无法度开出去台北，但是我会当给你的故事到去台北。我就这样子跟他讲。这顾客反应还不错。那不错啊，但是要会吃，这种可以吃到三种口感：酸的、酸甜的、甜的。他看你怎么吃，你减掉它水分没有再进去，它开始水分会发酵，会发酵的时候它会开始变软，变软的时候它还没有熟，等它熟成之后，表皮的是要油油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是香气就开始出来，那时候吃就很好。但是有些，我们这次的那些有人跟我们讲说，他们有的不要吃那么甜，就会提早吃，就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。想吃五轮车履历芒果，请上 Superbike 市集。